找了很久，满身大汗，终于找到了。我带你们看一下我小时候读书到现在一直永远吃不腻的一个地方。我每次回深圳一定要吃这个，这个我觉得重要性比任何东西都好吃。车仔面，帮我拿一份车仔面，然后 XO 的，然后豆腐帮我加一份，加一个麻辣臭豆腐。对对对，然后那个鸡排有吗？这是鸡肉串。这个呢？那个也是，这个是中间这个有点，中间这个有点甜吧？再加个这个啊。要一串鱼腹，帮我再加一份。份鱼丸，这些先给你拿。那你帮我酱料也多放一点吧。我们以前就还有丝乐冰，就自己做那个冰激。然后我点那个豆腐那些，帮我把油避一下，那个水汁避一下。哦，汁要避掉是吧？夹子按着倒一下。可以可以。这是你自己研发的吗？还是水？哦，所以你沥掉汤是因为这个面要干的。小时候老是把这藏进去，怕被我哥偷吃，我埋在里面。所以你最后成功了吗？那你哥知道是你藏的？吃的吃的，不就？